我承认，你休想娶她。大哥一向如此霸道，连我新娘子都不放过。不过今日恐怕由不得你了。你乖乖和我完成婚礼。 他自然会好受些。顾少明，你就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吗？嗯？不要！我不要！ 我家，不要，阿玉，弟弟只不过希望哥哥能够代替病重的祖母主婚，那便如此观礼吧。